最后带您关心我们掌握的灾情画面，同时也提醒您，目前全台湾九个县土石流的红色警戒是411条，提醒您呢附近的民众要赶快撤离，也请您注意安全。我是林佳琪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